这游戏名字叫做《恐龙危机》，好像有点致敬，就是以前卡普空那个《恐龙危机》。不过，demo 好像是哦，所以说不会有太多内容。这边只剩下三个人活着：爱德华、休斯，还有我自己。我们已经被围住、困住5天了。我们现在食物也吃完了。药物也没有了，没有这些东西，Josie 的伤会开始感染，这实在是太糟糕了。它腐烂的味道越来越难闻，试着照顾它，但是它发烧太严重了，它疯狂的尖叫，好几个小时。爱德华今天晚上会看顾它。我需要休息一下，尖叫永远都不会停，我好累啊！K，我开始啊。哦，哦，炫哦，这是我就是 K 是不是？用或者是用道具啊？这个是那个复古恶灵古堡型的了。我要怎么？哦，这就是受伤那个人嘛。我调查啊。哦，一，可怜的 Josie，他流血致死，晚上的时候就死。爱德华，照理来说应该要照顾他才对哟。那个懦夫到底躲到哪里去了？怎么请啊？没有药品，这些人连个武器也没有吗？东西，他说他们困在这边，但是却没有说是为什么啊？这人好潮哦，还穿了一些米其林这样。哎，我可以跑，真的哦。怎么拿武器啊？什么头皮屑啊？乱讲。所有东西都被血压吃一空，这是爱德华做的吗？你发神经了！不走这边啊！哇！我们用我们所有的资源把我们困在这里，把我们自己围起来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了。到底在干什么？哇哦，过！哇靠！哇，蛋啊！应该是爱德华吧？爱德华的鸡鸡在发亮。该死的爱德华，到底做了什么？感谢老天呐、啊，你身上还有工具房的钥匙。他就掉在这边吧，兄弟。撑下去，真的，刚才工具房钥匙再回去开吧。这没有武器之类的吗？铁管什么的啊，替供那一只啊。爱德华竟然就这样子把自己杀了。这样想起来，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了。好险，爱德华是上吊而死。我就不用去吃死掉了九喜的肉，它实在是很难闻。好，这边没有油哎，燃料在这边，这边还有很多燃料可以重启发电机。没有食物，我直接去启发电机啊。欸，你们知道这个游戏虽然是模仿《恶灵古堡》那种操作方式嘛，但是人物在转圈的时候会有一个固定的角度。你们仔细看，我按一下按钮，它会转到一定的位置，有看到吗？四个方向了。所以在跑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么好处理。
压这个吗？哦，全部都准备好了，它应该可以运作一段时间。现在干嘛？出去啊！人拢死了了啊！干！对吧？哦，有电了就可以开了啊。道路清空了，我必须回到实验室。这还是个 demo 哎、欸，真想把它一次玩完呢、欸，做的 B 级一点也好啊。哪里啊？我到底在哪里啊？哎呀，我已经忘记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了、欸。这里是基地的入口。那个东西，难不成还在里面吗？哎 ，loading 呢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怎么有人的腿在这边啊？一只孤独的腿，我打赌，你的另外一条腿一定很想你。呀，这个。整个破烂营地，而且有死人哎、欸！是汤米还是守卫？尸体都被撕成碎片了，我必须小心一点。看不太到、欸、哦，这样看到哦，他脚少一只啊，那是他的脚了。这地方好破烂哦，怎么连个武器也没有啊？声音啊！也是有死人尸体耶、欸，他被切成两半了，我必须找到仓库还是卡车啊，然后他妈的赶快离开这边。哦，他下半身不见了、欸。啊？怎么死这么多人啊？啊，有恐龙哦，游戏叫恐龙危机啊。那这怎么办啊？我能蹲吗？欸、我可以蹲哦。我怎么好像那个？潜龙谍影前面几代的 BOSS 角色啊，什么？我是要去开电源吗？是啊。哎，怎么直接进来了、啊？他听不到我的脚步声吗？他的嗅觉应该很灵敏吧？这太多了吧？是不是要上卡车啊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边观察一下情形，看看那个恐龙会不会走回头路。看死掉是怎样啊？好啊，我也想看了。哎、欸，兄弟，我、哦、还有血量哦！我干，我好勇哦！哎、欸，拜卡啦，拜卡啦！哎、欸，呜呼！优待。嘿、欸，他死掉会这样哎、欸。不好意思。这有没有记录啊？妈的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这边还有气氛哦。呜！他好像不正面看到我，根本不会有事啊。这些恐龙的感应能力其实很差哎、欸，超差。我就像一阵烟一样，从他扑路过。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就已经被我逃走了。恐龙谍影，快乐风男。喂，拜拜。这就是卡车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干，要死嘞！靠北，我怎么知道、啊、是在其中一个死人身上吗？
钥匙在哪里啊？我觉得是在尸体身上哎、欸，妈的，被攻击全部都空了。在这一具尸体吗？啊？什么？不是，我不知道恐龙在哪里耶，这个视野太烂了吧？我是哪里来的、啊？蛋！他没看到我啦！看你看看，我潜行哦。潜行了，哇、哦！潜行200级，这里吗？这是我来的地方还是出去的地方啊？诶、欸，这边是关恐龙的，有亮亮的。他死了，他的内脏撒的到处都是。他有一个烟，那个油压剪，应该很有用。我要剪什么啊？他说什么？狗已经逃走很久了，在事情出错之前，那些狗早就知道这些恐龙会来咬我们。我要去剪什么啊？看起来没什么地方可以剪啊。从哪里来的？哎、欸！哎、欸，靠腰嘞！哦，捡这个是不是啊？队长办公室，快冲啊！哦，队长，队长死在床上了。队长是偶然哎，他眼睛死了也没有瞑目哎、欸。这是队长，他死了。卡车的钥匙就在他手里。点啊！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。对不起，队长。好，我要走了。我觉得我上卡车这个 demo 应该就结束了。但是卡车位置在哪里啊？啊西！哇，该我走错了。再来一次。哎，找不到门啊！我是从那个空隙进来的吗？我在哪里啦？是恐龙与无如无物。逛街哦！告别这是哪里啊？哎，等等，哦，找到路了。他已经进不来了、啊，大小只能人类通过而已了，有信不信？好刺激，好刺激！现在赶快离开这边吧！哎、欸，我是一个唯一活着离开这边的人，整个任务都失败了，希望那个东西会在这边冷死，再一次的我自己。现在我要自己一个人通过暴风雪。也许暴风雪最后会停止，也许我有足够的燃料可以到达下一个研究站，也许那些东西也在别的研究站出没，也许我好累啊。K， 这家伙，这个作者很会写这种类似的剧情呢、欸，好笑、喔。哎，没有了。游戏 demo 好可惜哦，还有没有啊？好好玩哦，感觉玩不够哎、欸。我突然很喜欢这个角色的自言自语，然后讲一大堆故事，然后在那边屁话一堆，然后又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，然后这样子。也许会做完成版哦。好，也许阿金明天可以变成30公分，也许明天我就变成有钱人，也许。
也许你们这些肥宅明天就有女友咯。